现在怎么会出来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呢？他是海藻吗？还是海藻怪？还是怪兽大学里面的怪物出来宣传了？哎呦，好莱坞电影来台湾宣传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个？哦，原来是他们特制的海怪装啦。哎，跟大家特别讲一下，这个都是他们自己亲手做的。没错，大家看到他身上的彩绘，还有他的头饰，他手戴的东西，脚戴的东西，全部都是由我们美容科自己一针一线，一笔一画制作出来的。哎，而且他身上不是衣服，也是彩绘，是，也是人体彩绘。没错，如果各位观众想要近一点看的人，不要吝啬，你就大方的往前走。哎，不行啊，这样会暴动。全国第一名就在大家的眼前。什么样子的全国第一？2013年 OMC 世界杯国手选拔赛，总冠军就是这位同学了。上身边人要给他鼓励一下啦！总冠军穿成这个样子，让大家不知道他是总冠军，不会，是不是隐藏得很好？没错，这就代表我们美容科非常谦虚。是哦。哎呦，我们校长也上台关心了一下。啊，握握手，哎。哎，握握手，再握握手。哦，合照时间，如果现在你身上有手机相机的人，你也千万不要吝啬，因为我们差不多就只有2分钟的时间可以给你拍照。哦，这么久，那我们是不是出来唱首歌？喂喂喂，耶！非常可。